我走票来又抽船，回族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世间万物火锅煮，缺盐少味有点补。生猛海鲜一个会，阿公之花味道对。开干，刚好有朋友在屋头耍，我们今天忙死整一顿。准备一下涮火锅的食材：黄喉、毛肚，这是鲜毛肚、鲜鸭肠、鲜骏宝、二刀腰片、鲜桃花、鲜黄鳝。动机时间：五花肉、包浆豆腐，请继续。鲍鱼一斤半，龙虾一个，不够，那就再来一个。啥子够不够了？啥子够了。今天就扎扎实实的搞一顿高配版火锅。现在处理下食材，这两口子就一网打尽了。先洗一番菜，先放一下牛。哎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。这放出来都是米啊。把鲍鱼摔一下，鲍鱼去壳，去掉内脏，去掉牙齿，鲍鱼改花的，这样一煮就开花哈。收拾这个鲜毛肚，你们火锅连吃的全是泡发的哈，绝对没这么好吃。手撕毛肚，这个才是新鲜的哈，昨天晚上还在消化，今天也被我们消化了。来点白醋、面粉，把这个鸭肠菌把洗一下啊，反复搓揉三次，每次十五分钟，刮掉鸭肠多余的肥油。再清洗一遍就可以吃了，就收拾个鸭肠你就嗝屁了，用简单的抢救哈，好入味。直接生煮火锅，没有见过吧？把五花肉切成厚厚的薄片子，越薄越好，考验刀工的时候。去除老母，这是母母啊，老母呀。这样就可以了，黄喉改刀，拿点小米来，加入清油火锅料。今天有菠萝，我们吃复杂点，加块牛油，混都煮，加入清水，从高点就是高汤了。哦，这就是高汤，从高处流下的汤，放入花椒、海椒、大葱、鸡精、盐巴。烤一烤，阿公点火，要得看看。先下小龙虾，来哟，开干哦！开干！哎呀，龙虾好好过瘾啊！可以啊，漂亮啊！太好太好太好！来喝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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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既然煮到最后，这个鸡翅好吃。毛肚已经吃了咯。来来来，火了。你让我这个榴莲，这个黄连，就是吃的。那这样子嘛。这腌的好好旺盛啊。嗯，看鱼刺儿都做上。去上班去啊！你肯下不了去。这个有鱼刺啊。黄鳝那儿鱼。我等那么大，我等那个。他说。两条黄鳝也是鱼。我马上过来。啊。有。哎，这鲍鱼还有。哎呀，我不要煮酒，鲍鱼不要煮酒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快吃快吃。吃哎，还有老母，然后鲍鱼，这儿有个大的，哪个哦？金多，金多，看到鲍鱼开花了，非常的漂亮。嘎嘣脆啊！嗯。我煎了两斤了，俊宝，这个是鸭肉，鸭肉，我这边鸭肉，鸭肉可以，鸭肉，意思是这个意思是，哎，反正是吃得的啊，吃了吧，就是吃得的喽，鸡翅现在主要吃了，哎，吃了一起吃，非常喜欢这个吃过鸡翅，哦，我不经常，不经常，我再来。
那块东西都不给。嗯，就是。好懂。好香香这个。嗯。哎，这是真的难咽。这么好吃，好吃。俺吃虾黄的，你吃虾黄，虾黄营养那个。收了，收了。多营养的，营养东西全部都有的。它是这种大龙虾好吃啊。嗯嗯。大龙虾安逸，小龙虾吃一面鱼啊！我说，来哟，整一个，干杯，干杯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芒果，喜欢肥龙虾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米，我是阿哥，我们两个人，拜了个拜，拜拜，拜拜。